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陶造的鱼，某呀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《驯龙高手》第三季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首先，咱们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。上期视频，咱们是那个搭建了天堂门，去了一趟天堂，发现天堂那边好多我的同类在飞呀、啊。对呀，没错。而且咱们还去到一个神秘的岛屿，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巨灵。可能是那个成就限制的原因，咱们是打不了它的。对啊，他还没有下半身。好了，咱们这期的话，那个天堂那边的成就是要按照那个一步步的来的。首先，咱们需要做一个那个祭坛，祭坛的话需要一个紫金石，然后这个祭坛做出来之后，咱们就可以去那个打那个滑行者了。滑行者的地牢，小铃铛在线下已经找到了，辛苦了。为人民服务不辛苦。你这叫为哥哥服务，好吧？哎，你在干嘛，哥哥？还想不想吃糖了？想吃糖，想吃，不，不想吃，不想吃，不想吃，牙齿已经坏光了，再吃的话就牙疼。我已经来到天堂了，我咔咔咔咔咔咔。咱们先那个，先去找那个止水金矿。止水金矿的话，那个哥哥，我把，啊，你说，我你把把这什个么？天堂门破坏掉了。我们不是还有个大的天堂门吗？就到时候传送可以传送到那里去。自己想办法补。没有啊，我们就可以传送到大的那里去啊。这个小的天堂门的话，老是在云上面会掉下去。我那是你好吧？我什么时候掉下去过？说的好像是哦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紫水晶的话，一般都是在从这里往下挖，应该是挖得到的。应该都在岛屿上面。只要两个紫水晶就行了。等一下，哥哥，我现在正在往下挖。哎，挖到了，哥哥。几个？好多个，够了。等一下，哥哥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我寄给你还需要圣石，这个是圣圣石是石什么吗？东西啊，哥哥？哦，这个，有有圣石，就是普通原版世界应该是相当于原版世界里面的那个石头。它可以干嘛？等一下，不够，还需要一点。你给我做一个合成台先。合成台的话，我要去撸个木头。圣石我这边有很多呀。还有那个什么，像女武神、滑行者的那个地牢都已经找到了。女武神她是在空中，女武神的地牢它算是那个白银地牢。然后那个什么神秘巨灵的话，它是那个，不是，我放错了。神秘巨灵，它是相当于黄金地牢。感觉好厉害的样子，里面肯定有很多黄金。相信魔法吗？这个祭坛怎么用的？等等，阿西吧，我怎么感觉这个祭坛像是熔炉啊？这本来就是个熔炉吧？哥，你是不是需要一点煤炭烧一下？不要煤炭，不要煤炭，咱们直接去那个滑行者地牢吧，好尴尬呀。感觉好好笑哦。哎，到了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模式是正确的啊，小心点啊，这滑行者，你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地上正在冒着黑烟，我没看见。他向你接近了，哪里，哥哥？哪里？是不是有鬼？哥哥，他哪追着里？你，追着你跑，这个黑烟被追着你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真快的吗，快快快快哥快快哥，快！他一直跟在你屁股后面。哪里？
你拿火把对着地面，哎呦哦！这鸭子怎么会动呀？吓我一大口！这个是箱子怪来的，箱子怪来的。叫你丫的动，叫你丫的动，动什么动？前面这个应该也是假箱子，哎，这个是真的。魔能飞剑，神能火把，神能晶片。继续往前走。你在前面冲吧，我不敢在前面，感觉好害怕呀。哎呦！哎呦！滑行者，滑行者，滑行者，看到没？哎哎哎！又炸！哥哥，我走了，回家了。箱子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先别去，别去激活那个滑行者。哎，这家伙居然掉了一个箱子！哎呦，怎么又是你啊？看见妖孽！哟，灵魂，即将消失的灵魂！哎，又是假的！你长得可真丑呀！好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。只有是直接打这个滑行者了吧？好像滑行者的话只能用镐子对他造成伤害。有，对吧？哥，你还好吗？还活着吗？傻子滴滴，傻子滴滴，傻子滴滴，打死你！只能用镐子对他造成伤害。你先引着他，引着他，引着他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啊！这是滑行者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这等会，这滑行者我给他截个图，别兄弟，你不要你不要这么嚣张，我告诉你。大兄弟呀，直悠悠的转，快跑呀，快跑呀！好，这滑行者，这滑行者就是在这，哎，完了，我被他逼动了。完了，你死了之后他也满血回来了。啊，是吧？等我一下，我准备个哥哥准备个金币五再过去打他。你买两个钻石镐子哦。你镐子耶？啊？你哎，我去地狱干嘛？你镐子嘞？你准备两个钻石镐子，我的是铁的镐子，所以打起来不疼。你用头撞他呀？头不行，我头不是铁的，撞。你我撞击他都没反应。你要相信你头很铁啊！真的真的，你要相信你的头很铁啊！撸他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，打死他个臭不要脸的！打你！等一下我死了之后他就会又恢复血，哥哥不要让我死掉！你吃个金屁股呀，是不是傻哟？好，我跟着他屁股后面，我捶他，捶死你！没办法，这个滑行者不能用其他的东西打，本来咱们召唤出那个咱们养的龙的话，喷几口龙息他就死了，但是只有是用镐子对他能造成伤害，别的武器不行，远程伤害也不行。哎呀，你吃个金屁股呀！我没有金屁股呀，我没有召唤珠呀，我什么都没有呀，我好穷的嘞！快跑！好，哥祝我好运。这滑行者好 Q 弹啊！打起一点都不疼哎！不是，打起他一点，把我身上的鱼尾纹全部都弹没了。锤他！他老是！锤！他打我了，他在打我了。小心点，注意自己的血了。打死你！还有300点血，加油！打死你！要死了！小镐子捶你胸口。一波回到解放前。不是，是你穷呢，还是你不舍得吃金屁股呢？是我根本就没买。你就不能买一个吗，兄弟？小老弟。我现在回去买了。
小老弟，你这样不好吧？小老弟，好不容易打了三分之二，差不多三分之一多的血就没了，就这样凉了。好笑啊，真的好笑啊。哎，钻石呢？过分了，我跟你说。然后我做一个钻石的稿子，然后就过来。干什么？你眼睛大，我眼睛瞪起来比你的还大。竟然敢用眼睛瞪我！哎呦！哎，走位！哟，轨道一开，看不见。吼，难受。我发现我是个智障。哎，打不着，来，我可以溜他，你赶紧过来。哎，走位，哎呦，哎，走位，我绕着你转圈圈。打了个嗝，吓得我。等一下，我吃个金屁股先。哥哥，你快吃金屁股，你还要吗？我花了六个。我有，我这还有一个，打他。哥，他只打你，我金屁股给你丢过去了。没事，我这还有。就绕着他蛇皮走位。没有，你吸引他的战火，然后我们这样打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。一个人吸引战火，一个人就比较打起来方便。三百点血，好快！就到这样，咱们就可以磨死他了。你看，快死掉了！哎，你买的是普通的屁股啊？没事，是普通的金屁股呀。因为我穷啊。哎，我怎么感觉我裤裆凉飕飕的？不是，我一直吸引火力，我容易吗？我啊，你的裤子呢？我容易吗？我还想问你呢，我裤子呢？我裤子、头盔跟鞋子呢？怎么就剩一件衣服啊？还好把我最身为胸前最重要的两个点给遮住了，不然的话我怎么见小伙伴们？好丢脸哦。好了，这个青铜钥匙应该是打开这个箱子的。什么权杖？哥哥，我看到了。这个圈圈很厉害的，这个圈圈很厉害的。哥哥可以给我一个吗？刷、哎，多少伤害？他有持续伤害的，哎，有吗？你看着，没有啊。只要你被他这个锤子飞出去的锤子一直持续打着你，你绝对会被秒的。来，给你。没有啊，这都就掉下来摔一次的。给你吧。还有这个烈焰宝剑，这个烈焰宝剑应该是有火焰附加，哎，对，有火焰附加效果的。有。哎，我只剩一件衣服了，你还要打我？还有一个东西，这个。哦，哥哥，他这是，哎呦，他这是需要蓄力的而已，不是。这个烈焰宝剑，它的那个火焰附加效果这么强的啊？对啊，好强大，都是被火焰附加的效果给，我不说了。等一下，这个禁云权杖它给什么效果啊？好像是烈抗性提升跟防火。哎，这个禁云权杖，小发发送给你一只小兔子。好了，咱们这期也差不多该结，这什么玩意？什么东西跟着我？等等，有一朵云跟着我，哎，两朵云跟着我，哎，真的吗？你踢皮我，看到没？没有啊。我这边能看到有两朵云跟着我。我这边看不到呀。你用下这个法杖，你自己就可以看到了。右键。拿着手中右键。有没有看到旁边有云？在右键一下，你切换第三人称。哎，他
对吧？对吧？好可爱吧，那鱼？对对对对，好可爱哦！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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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